我肯定是把这些库存处理之后呢，处理了之后呢，我就去找我心爱的人了，然后我从头再来，重新开始。来，链接给我上上。我去找谁，你们应该都知道啊！我去找谁，你们应该都知道，不用说，对不对？反正我希望，不管我走到哪里，你们跟着我，支持我，就两个字，支持我，为我加油，希望我好起来。那么我阿伟做人做事，对吧？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是不是？我的诚意，对吧？我现在离开公司了，我把我这些库存的东西不处理掉的话，我也不会给他们的，对不对？我走了，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走，对吧？全部给他们了，那这样有什么意思，对不对？我自己带走，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我就分享给我直播间叔叔阿姨姐们的这些好东西啊，好东西我就分享给叔叔阿姨姐们。完了以后呢，这，来。今天我挑选了一个，在我的库存里面挑选了一个好东西啊。那么这个好东西呢，一直以来我直播间男孩子啊，就是叔叔哥哥们啊，包括女孩子的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对吧？男朋友也好，对吧？都是用得上的一款三件套的洗面奶和还有这个。它是一瓶洗发水啊，一瓶洗发水，哦，不是一瓶洗面奶，对吧？还有一瓶补水的，还有一瓶乳啊，一瓶水，一瓶乳，对吧？那么我们男生啊，男生是不是早上起来就要洗脸，对吧？洗完脸就补水，不补水的话，脸上它会很干燥，知道吧？然后就是乳啊，这两样都需要用的啊。然后呢，三件套完了以后啊，它这个。它叫什么名字啊？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是个好东西啊，是我自己平时常用的一款洗面奶啊，是我挑选的。然后呢，直播间叔叔阿姨给你买啊，女孩子你可以抢来给你老公用，和给你就是男朋友用。男孩子的话，直播间叔叔阿姨给你买。平时你们洗脸上对吧？脸上早上起来是不是有点油对吧？那洗脸扣油对吧？还有就是这个，脸上，对吧？对，皮肤，对，这一款，它是针对这一块的啊，因为啊，我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哥姐妹比较多，平时以来啊，平时我跟大家分享的基本上都是女孩子的比较多啊，男孩子的比较少。今天晚上我就特意去我翠谷里面库存里面挑选了一个男士专用的一个洗面奶啊，还有补水的，还有乳。对吧？洗了脸是必须要擦这两样的，不然的话皮肤很干燥的。现在天气比较冷了，来，今天晚上在阿伟直播间，多的不说，我给大家，那么就是说，平时我们公司对接，对吧？公司对接是99，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是我现在我不做公司了，不合作了。那么这个。在我翠库存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说了算的，都是我自己的，属于是相当于是我自己的，知道吧？那么我不做了，就是不做了，知道吧？我要去走我的方向感了，多的不说啊啊，我也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觉得多少钱啊？你们觉得多少？公屏上打出来，我直接给大家好吧？来，公屏上给我打出来，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公屏上给阿伟打出来。你们说多少，我就直接给大家多少，好吧？既然说我给大家，那么就给大家，好吧？但是给不了多少，也没有多少，知道吧？只能给到大家一个50套啊，50单，只能给到大家50单，来吧，50单，啊，对，
50单，39是吧？39，来，39就39，改价，给我上50单，给我直播间3700多个人，每个叔叔阿姨挤麦啊，只有50单，我只能给到大家50单，因为我是现在就是清理我的仓库啊，就是我的库存里面。对吧？我挑选了男士专用的一个好东西，我平时常用的哦，也是特别好用的一款哦。那么这款洗面奶，它洗面奶是针对男孩子的很多，就是点点滴滴就很多。我不好，我是主播，我不好去介绍，不好去说太多啊。但是呢啊，你们知道啊，比如说30岁以上的男孩子皮肤，对吧？瘦了或者早上起来，对吧？这样子。对，就对，这款是很 OK 的啊，不管你们抢来给你们男朋友用也好，你们老公用也好啊，这是我自己平时常用，然后呢，我觉得好 OK，我才会来拿给叔叔阿姨们分享啊，我才会给到大家，因为如果说不好的话，我就不会给到大家啊，不好的话我就不会给到大家。啊，来下发小黄车，总共只有50单啊，只有50单，我已经给大家上车了啊。对，它是3件套啊，一套的3件套。那么我直接给大家上33啊，直接给大家上33啊，已经上车了啊，39已经上车了。直播间叔叔一个急麦，不要说我没有给到大家啊，不要说阿伟没有给到大家。对不对？直播间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这是男士专用的，你们送给你们男朋友或者送给你们老公是特别好的啊。直播间叔叔阿姨急卖39，还不止一包烟钱啊。现在买包烟也是，对吧？都是50、100的，对不对？39。那么今天晚上，平时我们公司对接是99啊，我就来点真实，来点实在的，说实话啊。3件套，一瓶洗面奶，一瓶水啊。就是补水的一瓶乳啊，你们擦了洗了就擦这个啊。OK，来，已经给大家上了啊，39，你们说39，我就给大家上了39啊。来，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在阿伟直播间啊，在阿伟直播间，我希望我不想给到大家的都是女孩子用的，对吧？我也肯定要挑选一款就是男士专用的。来给到大家，好吧？因为我直播间平时为我加油的叔叔太多了，啊，希望我好起来的哥哥也太多了，所以呢，我想挑选一点就是好东西，分享给我直播间叔叔哥哥们，对吧？还有就是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抢到了，你们给你们男朋友用，或者老公用，或者给儿子用，都是非常 OK 的。来，是阿伟平时常用的一款洗面奶啊，还有来。多的我就不跟大家废话了啊！现在这样子，最后只有30套了啊！最后只有30单了，下方小黄车已经给大家上车了，洗面奶下方小黄车来，我最后给大家10秒钟时间啊！不要说没有给到大家啊！不要说哪个叔叔哪个哥哥说没有抢到，这一下的话也很麻烦啊！这次给大家上了，我就不会再上了啊！这是我亲自去我库存挑选的一款产品啊！来，好东西。哦，不要说我没有给到大家，来直播间刷一个钱呗，我数从10数到1就没有了，就已经下了啊。然后呢，你们这10秒钟时间抢不抢是你们的事儿了啊，就10秒钟，来10、9、8、7、6。五、四，阿伟哥，你那边怎么回事啊？唐总不是说了吗？不是你怎么了嘛？你不要管我。唐总不是说了吗？你那个东西不能这样子操作，知道吧？你昨天晚上卖的那批货，唐总那儿都没处理好，你这边又给粉丝这么低的价格给粉丝，后面唐总那边怎么说嘛？你是现在你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我的公司我的库存我说了算对不对？我现在想怎么给他们就怎么给他们，我想扔到垃圾桶就扔到垃圾桶。
那我那难道我不住了还不行吗？那房主那边怎么去交差嘛？怎么交签？怎么交差？你不要管嘛，对不对？真的是老是来烦我心情。刚刚唐，我一出去上个厕所，刚刚唐总裁说了，让你好好冷静一下。你不要管我了，好吧？我求你了，你不要管我了，也不要说我了，知道吧？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决定，好吧？我知道你为我好，你跟着我那么多年了，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情况我自己都这样子了，我还管那么多干什么嘛？是不是？来，家人们，最后三秒钟，没有抢到的跟我抢，没事儿，在阿伟直播间，只要你拍了，我明天直接给大家发货，好吧？明天直接给大家发货。来，不要说我没有给到大家哦，今天这两天我给到大家的这些心意诚意，对吧？或许我阿伟，哪怕去找我心爱的人了也好，哪怕我走到哪里也好，哪怕我从头再来重新开始，只要你们陪伴着我就行了，只要你们陪着我，对吧，就可以了啊。反正该说的话什么小罗也劝了你了，唐总那边今天你让我不回他信息我也说了，知道吧？完了以后呢，你又在这儿把仓库的东西处理了，昨天本来这个问题就没处理好，反正小罗也是表达小罗的诚意，不管你怎么说小罗，知道吧？完了以后该说的话小罗还是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你是为我好，知道吧？那我现在我心里我已经决定了，我都说我不跟他们合作了，他们都在针对我，我走了，那我走了，我这些仓库里面的库存里面的这些全部带走嘛？那唐总那边怎么交差呢？你不要管，没有我明天后天我把这些我公司的我自己的这些库存里面的这些东西全部处理完之后，我自己会去找他谈的。去跟他说清楚的，我说我不想带给你们。来，家人们，最后三秒钟啊，不要说我没有给到大家啊，现在已经抢了50单了。来，最后三秒钟啊，55单了，已经抢了55单了啊，没事儿啊，我说三秒钟就我数321就下掉，然后呢，你们抢到了的，不管多10单也好，20单也好，我。全部给大家发号，只要你们拍了在阿伟直播间，我全部给你们发号。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洗面奶啊，我们平时公司对接是99啊，99，但是你们在现场就比如说现实里面去买的话，就这个价格是99是买不到的，但是我们公司对接是99。但是今天晚上我想把这些我给大家一点我的诚意，对吧？然后我库存里面的这些这么多东西，我挑选几样好的给大家。这两天我该处理的处理之后，我自己该干嘛干嘛去，我走我的路，知道吧？那么我没有说，不要说我没有给到大家啊。今天晚上啊，39，你们平时买一瓶洗面奶都买不到的啊。说实话，今天晚上在阿伟直播间，我给到大家那是。一瓶洗面奶，一瓶这个水，一瓶乳啊，男士专用的，是特别好用的一款。我平时我自己也是在用，然后我觉得确实特别好用，我就去仓库里面、库存里面挑选出来给到大家啊。来支持我的直播间，是谁给集们？多的我就不说了。最后给大家三秒钟时间来，3、2下车。已经下车了啊，没有了，已经。现在我唯一的一个想法，我已经，你冷静下来。我想了好几天了，自从我去外面酒吧里面买醉的那一天，我就已经放弃自己了，知道吧？这两天只是我不想伤害我身边的每个合作伙伴，每个下面的兄弟伙，真的，说实话，我不怕你们笑我，我在这里说这句话，自从我出去喝醉的那一天，我就已经想好了决定了，我真的很累，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知道吧？说实话，所以呢，我
他们都在劝我，都希望我好能好起来，包括粉丝们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我真的，我觉得我很累，我还不如对吧，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快快乐乐的。走我喜欢走的路，因为我现在我在做公司的同时，我心里面想着另一半的那个人，所以呢，我真的心很累，知道吧？直播间摔一个机会，我心很累，所以我一早就想好决定了。来，多娜我就不说了，多娜我就不说了。今天晚上啊、哦，我在我的脆库我的库存里面挑选的这几样好东西，我给到大家啊、哦，也是我代表，就是说。感谢大家的一点诚意，多的我不说啊、哦。感谢大家的一点诚意。那么我挑选的这几样，那肯定是，我自己看中，也是我自己平时也常用、哦，我了解很清楚，就是很好，我才会来拿来给大家分享啊、哦。然后呢，来这个链接给我上，我今天晚上该给大家的，我必须给大家啊。哦该我该给大家的诚意，对吧？我给大家，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安慰，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现在没有喝醉啊，我现在很清醒，知道吧？不管你们怎么看我，不管你们觉得安慰是你们在你们眼里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面真心想为我好也好，不想为我好也好，知道吧？来，直播间刷一个集没？支持阿伟的，支持阿伟的，为我加油的，来，公屏上给我扣个一，希望我好起来的，来，扣个一，公屏上给我扣个一，好吧，来，直播间刷一个集没？扣个一，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东西啊，这套产品啊，是我挑选的，就是挑选的。我可以大声的告诉你们啊，这个是我挑选在我们公司，在我对接下的这个所有库存里面，我挑选的是最好的一个好东西了啊，最好的一个好东西了啊。你们可以，你们猜得到啊，你们猜得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很好很好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了。说实话啊。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啊，我会拆开给大家看。这个的话是正儿八经，在我对接上的这个库存里面啊，我库存里面是最好挑选最好的一样东西了。那么今天晚上啊，平时我们对接的是599啊，但是你们去线下买的话599是买不到的，我可以跟你们这么说，至少也是这样子。888啊，但是我们平时公司对接是599啊，599。那么这个也可是我挑选的最好的一个好东西，我拆开给大家看啊。高级上档次富婆专用的一个好东西啊，因为我相信我直播间也有很多富婆啊，也有很多富婆。那么啊，没有富婆也有富婆的老公，对吧？也有富婆的老公。那么这个是富婆专用的一个好东西啊，高级上档次的，哦，这简直就是太香了，真的太香了，一拆开就这个味道啊，我的天哪，哇，这简直就是，看到没有，这简直就是太上档次了啊，富婆专用的啊，看到没有，真的。这里面该有的都有了啊，它是全套一起的，想不想要？来，直播间将近3000个人数，刷一个集没？不是香水啊，不是香水，想不想要？我就想问，想不想要？大家想要，公屏上打两个字想要，价格都不是问题，钱都不是问题，知道吧？只要我直播间，我是刷一个集妹，平时一直以来陪伴阿伟，为我加油支持我的是刷一个集妹，只要你们想要。钱不是问题，知道吧？
我二位多的都输了，我也不差这一点，说实话啊，多的都已经没有了，那我也不差这一点了。今天晚上这可是我今天这场直播我带来最有诚意的一个好东西啊，一个好东西，说实话。想不想要？想要，公屏上打两个字，想要，来，想要，公屏上打两个字，想要。这可是一个好东西啊、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瓶洗面奶，这是富婆专用的啊、哦，不是帅哥用的了。帅哥想用的时候也可以偷一点点自己的老婆的用啊、哦。这是一瓶洗面奶啊、哦，一瓶水，这。太高级了，真的太高级了啊！一瓶水啊，这是补水的啊，一瓶水，真的，它不是香水，但是太香了，真的太香了，这一打开就一股很香的味道，太香了。还有一瓶乳啊，一瓶乳，来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一瓶乳，对吧？洗了脸就擦水，水擦了就擦乳，对不对？真的太高级了，富婆专用啊，富婆专用。然后就是眼霜，看到没有？眼霜，眼霜的话就是，比如说平时是刷一个几面，这里也带，对吧？这一弄，你们懂的啊。然后就是这个。这个就是那个啥，这个就是刷啊、哦，一瓶洗面奶，一瓶水，一瓶乳，一瓶眼霜啊、哦，然后这个的话是小的，就是带在包包里面，对吧？也是乳啊、哦，带在包包里面，因为平时出去玩，这上面啊、哦，上面就是这边是水的。然后这边是粉，然后呢一对一啊、哦，一瓶对一瓶，然后就咬一下，就像昨天晚上我给大家看的主一样的。来，今天晚上在二伟直播间，你们想多少钱，你们想多少，我就给你们上多少，好吧？你们想多，但是多的没有啊，这个多的没有，因为这个我可以给大家50套，但是呢多的没有啊，直播间。2000多个人只能就是5个人哦，不是50个人能抢得到啊，高级上档次。来直播间输出一个钱买9.9啊，9.9，不好意思，说实话9.9，你买这个盒子，不要说里面抓的东西啊。就买这个外壳，这个包你的这个外壳的买不到，说实话啊、哦。来，你们平时在线下啊、哦，平时在线下买，那么我可以大声的告诉你们，最低的是这样子，3.8，1、2、3，3.8加起来是多少？你们也都知道的。我们平时我们自己公司对接也是对接的比较便宜的。都是599，知道吧？今天晚上在二伟直播间，我既然说给大家，那我就真心诚意的给大家，好吧？啊，真心诚意的给大家，你们说多少，我就给你们多少，好吧？